Hello， 大家好，有没有觉得好久不见？而且就连我们这一次的封面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次封面没有人头，因为呢，之前就是前几天我们不是寒流来吗？寒流来了之后呢，就是常常会被叫去支援我们 N 台的新闻嘛，所以常常呢，就是每到下午的时候，原本是说我要上来主持的，但是因为临时被叫过去，所以就换了人。那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小编太累哈，所以我们呢今天就也怕有一些变故，所以我们就把人头先拿掉了。但是今天过后逐渐的回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明天应该就还是我来为大家来主持气象站。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先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云图。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周围的云还是很多，不是说逐日回甘吗？怎么感觉今天的雨还是这么多呢？就是因为这华南云雨区它又东移了，但你也看到其实在中南部地区是透光的，所以今天雨少的地方是在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雨还是比较多，但是是在晚上的时候有下跟早上的时候有下，现在也在下，所以你会觉得这雨很远，刚好就是你的上班时间还有你的下班时间，你就觉得它下的时间很长，但其实实际来看这个雨量也不是到特别特别的多。而当这个华南云雨区逐渐的通过了之后，在明天水汽就会减少了。但未来一周我要先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在礼拜六礼拜五的时候是转干，礼拜六的时候又转湿，礼拜日的时候转干，礼拜一的时候又转湿，就是一湿一干一湿一干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个雨具呢，明天是可能可以不用带，但是后天你还是带一下，而且礼拜六的雨看起来是蛮多的。我们先来看在今天清晨的低温分布，最低温呢当然还是在离岛地区，像是在连江的马祖还有金门 6.2 7.3 度，而在新北的石门 8.5 度，桃园的杨梅 8.5 度，苗栗的三湾 8.6 度。苗栗三湾前两天都是最低温，分别是 4.多度跟 6.多度，今天 8.6 度。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这个辐射冷却效应可能在昨天今天的时候陆续出现，但是昨天呢没有最低温，因为昨天的最低温大概也是7度在苗栗三湾这边，但是今天的最低温呢又更高了，是在新北的石门 8.5 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因为这辐射冷却真的不强，刚刚也给大家看到那个卫星云图，云层很厚，所以竹苗地区最容易发生辐射冷却的地方没有发生，所以温度就比较高。但是虽然最低温没有突破，但还是很冷哦，像是今天一整天北部地区很像很多地方都没有超过12度，有的地方有到13度，但还是蛮冷的。所以这个寒流虽然减弱，但是这几天它还是维持在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衣服呢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穿得厚一点，这个暖暖包最好还是给它带着。好，礼拜五礼拜六明天后天的各地清晨，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会不会回暖呢，来看早上的天气。这个图是台湾的低温分布图，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是礼拜五，这时间是礼拜六，这都是预测的，跟实际的还是有点落差，但是就是模式上面显示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五的时候蓝色的区块还比较多，到礼拜六呢蓝色的区块变少了，代表温度有稍微的回升上来。我们再来看各地的温度，在礼拜五的时候北部地区大概低温10到12度，中部9到12度，南部12到14度，宜花地区12到14，还有14到16。而到了礼拜六北部地区上升了一度，11到13度，中部11到13度，南部13到15度，所以每一天其实都是有逐步回升，但是回升的幅度真的不大，只有1到2度左右。这样子串算下来，所以北部地区要回到20度的高温，可能真的要等到下礼拜一才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一周的温度趋势图，基本上4、5、6日这几天都非常非常的冷。礼拜四清晨还是寒流等级，礼拜四的白天变成强烈大陆冷气团，礼拜五介于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礼拜六的时候可能是东北季风，礼拜日也是东北季风，礼拜一的时候呢温度就比较高了，20度高温。好，我们再来仔细的看各个地方的温度趋势，温度范围，黄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先看南部，中南部它的这个日夜温差非常的大，在早上的时候可能会有极低的低温出现，是因为中南部相对云层比较少，所以他们辐射冷却会比北部还要明显，所以早上可能温度会比北部还要来的再更低。我说的是一早的时候，很早，这时间很短暂，但是很快的白天一回太阳一出来，温度就马上回升了，动辄有可能会超过10度哦。像是我们常常会拿嘉南平原来做比较，就是它的早上很冷，但是白天温度回升幅度很大。好，
黄色的是中南部地区，这几天都是日夜温差很大，所以提醒，如果你很早出门，很晚回家的话，最好这衣服呢，就是采取洋葱式的穿搭，再加上中南部地区是干冷嘛，所以这洋葱式的穿搭是比玉米式的穿搭还要来得更好的、更方便的。再来，我们看的是白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一直以来都在一个低点哦。从礼拜四到礼拜日，你看它的高温和低温起伏都不是特别多，高温最多可能就是78度。低温呢，最低就是今天嘛，可能就是9度左右。当然，明天还是有机会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因为气象署还是发布了低温特报，针对整个中部以北都是亮起了橘灯。橘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长时间会出现10度以下，或者是会有6度的发生几率。竹苗地区当然还是有可能在明天清晨的时候有6、7度左右的低温哦。提醒大家，这个御寒工作还是要记得做，这几天都是要好。那宜花地区呢，还有包含像是花东地区呢，则是介于中南部还有北部宜兰地区的中间，温度回升的也是慢慢来。而注意大家可能也有看到，在礼拜六跟礼拜日这个变化不是特别的大，甚至礼拜六到礼拜日的时候感觉温度很像还有微幅的下降，是因为在这一天呢，东北季风有稍微的增强。但是东北季风，这东北季风呢，它不是来到冷气团的程度，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瞬间变很冷，所以它温度只会稍微的下降个1度2度，而且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在礼拜六到礼拜日的时候有稍微的跌了一点点，但是很快的到了礼拜一呢，这东北风减弱之后，温度又马上的回升上来，所以这周都是偏冷的，而且前半周呢都是比较湿一点，到了后半周呢相对是比较暖一点的，在礼拜一的时候有雨，可能之后一些华南雨区移出，过程中还是会造成北部、东北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飘雨。好，我们紧接着要来看到在今天还有明天的温度变化图。今天呢，其实一整天温度都好冷，北部地区的高温只有14、15度，中南部地区哦好热，有到20度以上。而在明天呢，北部地区温度有回升，17度左右。中南部地区21到23度。我们来看这个地面天气图，这是礼拜五的地面天气图，这个冷高压它迟迟就是不出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主高压呢，一直有一些冷空气递补下来，所以导致这个冷高压就一直占据在华中的这个位置，一直不出海，一直不出海，就会让这个温度很难回升。它还是有回，但是回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那我们昨天其实也有告诉过大家，就是在除了这个冷高压不断的递补之外呢，还有在日韩这个地区，他们上面有一个低压，也是导致主高压没有办法东移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呢，冷高压不断的盘踞在这，就会让这温度比较难回升。但是天气很差很差的地方，像是这个低压附近的位置，像是日本和南韩呢，影响当然就比较大，因为他们不止冷，而且他们还下雨还下雪，这个情况比我们更严重很多。好，那我们就来看这六框的地面天气图。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这高压的位置其实没有变化太大，但是呢，它其实有慢慢的东移出去一点点，所以这几天温度当然是回升的。而到了礼拜日的这一天呢，这高压是出来了，但是这边梯度明显的有多了一条线，代表说这个东北风是开始增强，所以刚刚在温度趋势图也看到，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温度有稍微的下降1度左右，但是整体的趋势看起来还是往上来回稳中的。礼拜一这时在华南区这边有一个滞留锋面产生了，但是这个滞留锋面呢，目前看起来它是不会通过台湾，因为它就会往东北的方向走，大概是琉球的方向去，所以如果有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可能就是尾巴有扫到一点点。而且我们刚刚说在礼拜六的时候雨多，礼拜六的雨主要是因为这华南雨区这个低压槽通过，所以才会短，那个叫短波槽通过，所以造成礼拜六的时候各个地方的雨会来的比较多，除了北部、东北部、东半部还有中部的山区，甚至不排除呢可能连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雨，所以礼拜六的雨会比较多。但是到了礼拜一的这个雨呢，就比较局限在堆积下来的雨，像是在东北部、东半部还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一带，因为这时呢风场也转变了，从原本的东北风开始转吹为东风，甚至有点偏东南风，东南风呢就把水汽给往上带，所以整个雨会变得比较多，但也局限在东半部地区。好，礼拜六跟礼拜一都是雨多的，但如果这两天要相比的话，应该是礼拜六的雨会来得再更多一些些。好，我们带您来看这未来的降雨趋势。礼拜四，今天东半部、北部地区雨集中在这个地方，中南部的雨呢其实比较少。而到了礼拜五，
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会趋缓一点点，但是礼拜六呢水气增多，刚刚说因为这个短波槽要通过了，所以会导致在北部、东半部还有一些中部的山区、北部的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而到了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尤其在礼拜一的时候风场转变，所以东半部的雨也会比较多。但是你期待这个雨会到很大很大吗？也未必，因为呢这个雨其实就只是堆积下来的雨，它的雨不是像那种对流包瞬间的产生然后雨量很大，不会，大概是时间可能就会比较长一点点。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因为前几天比较干，这几天就会雨比较多。好，那这几个离岛地区的天气我们也带大家来看。礼拜四呢基本上就是阴天了，也不太会下。礼拜五到礼拜日呢也是阴天，到了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整个是转为一个比较多云到晴的，因为它吹东风，其实整个都是背风侧，澎湖、金门、马祖这些地方呢都在台湾海峡这一带，天气相对是比较好的。好，我们讲这个天气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康明兄问说，农历年前2月4号到5号是不是有可能会受到封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会提高，然后之后2月6号到2月7号会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这个天气的模式呢，在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都认为在2月4号到2月5号的这两个区间，可能落差一到两天，确实是有一个封面会通过，所以到时呢雨会来的比较多，而紧接而来的就是在这个封面过后，它的后面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冷空气，所以影响的时间确实在过年之前雨会先变多，然后再来会转为一个比较干比较冷的天气形态。但是因为这都是两个礼拜之后的预报，所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我们会再为大家来做个追踪。但是目前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都有看到这样子的趋势。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气象的冷知识哦。啊，这几天还是很冷，所以导致不止人受不了，很多各大医院啊急诊病患都很多啊，除了有摔车的啦，还有就是可能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者是老人家都进到急诊，他们说暴增了大概 15% 这么的多。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人受不了，连道路也因此而热胀冷缩裂开了，还有最近的花也是因为太冷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开花，所以导致有减产的情况。好，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从今天虽然寒流减弱，但是这几天依旧很冷，所以你在家会开暖气。你如果没有暖气的人，有些人呢他就异想天开，讲说我把我的冷气调到26度，比室温还要来得再更高，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暖的效果？因为现在一般的温度是大概落在18度左右嘛，这样调高了是不是就可以取暖？而且台电也告诉你，其实这个做法很没有用，因为呢这个会导致你的压缩机会停止运转，不止不暖，而且你还很浪费电。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你如果使用的是冷暖气机的话，它在你调高温度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把它切换为暖气的模式，这个就有效。但是很多人呢，尤其像是传统的家里面的话，你想要单纯靠你的冷气把它调到26度就让室内的温度变到26度，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很浪费电，不要这么做，比较蠢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自带一个暖炉呢？什么叫自带暖炉？啊，我们出门的时候不可能长时间都把一个暖气带在身上嘛，那我们可能可以用吃的东西来让我们自己身体变得比较暖和。多吃这九种产热暴汗的食物，能够提高你的代谢，养成燃烧的体质。分别像是老姜还有姜黄，这个应该大家小时候妈妈都会煮这种姜汤啊给你啊，或者是吃汤圆的时候就用这种姜汁嘛给你，然后身体喝完之后就会比较热一点。还有再来就是辣椒，辣椒也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黑胡椒啊、大蒜啊，还有韭菜，以及像是红茶、可可这些小朋友比较容易去吃的，因为你说前面这些东西小朋友可能不吃，但是可可吃了吧，还有红茶也喝了吧，这都可以让你维持住你的体温会比较高一点，以及肉桂粉呢也可以提高体温。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的话，你觉得很冷，还是要建议你要做好这个温度的体温的保持，最好是可以让你整个人的身体的温度呢都是维持在一个室温20度以上的状态。那么怎么做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你的脚，保护好你的脖子，以及保护好你的胸口这几个地方，不要让它冷到，不然有很多的疾病哦。我们刚刚说这几天的寒流呢，确实带来很多地方急诊的到院数很高，急诊看诊的人很多。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双北
欧卡的人有17个，其中有13个不幸的就过世了，包含像是桃园还有43岁的男子在到院子的时候就死亡，台中11人，彰化2天就有57例，57例这数字蛮多的，还有台南呢，因为南部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常去经历这种很强的冷空气，所以这一时的冲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往往这个衣服啊，有些人可能羽绒服都不会备，因为高雄这几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蛮暖蛮热的嘛，所以他们可能一时之间这个温度没有办法调试，身体呢温差变化很大，就会产生这种低温的一些警报啦。好，再来还有像是基隆啊，24小时有5个人欧卡，宜兰呢也有，好，南投也有13个人，所以提醒大家，现在冬天2月，我们冬天至少要到2月底才会慢慢的结束，甚至有时候3月还是会有一些强冷空气南下的，所以未来几天、未来几个月、未来几周都还是会经历。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厚外套不要那么早急着收啦，就是可以过了这个2月，过了这个2月，过了这个3月，再来做这个春天的换季换装。好，我们再来看的是这个北极极地的涡旋，这一次。其实也可以用副北极震荡来跟它做个解释。我们之前一直告诉大家，正北极震荡和副北极震荡，我们有给大家做个科普嘛，告诉过大家什么是副北极震荡。那我们再给大家来上个课，简单的来跟大家说，北极震荡呢，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种北极极圈里面比较寒冷冷冽的寒风，会被这个极地喷流牢牢的锁在极地地区。但如果今天出现了副北极震荡，什么是副北极震荡？就是比较暖的空气挤压上来，导致呢它旁边的这个像紧箍咒的东西往上挤，就会从其他地方溃流下来，而溃流下来的地方它就会来到中高纬度，中高纬度本来比较暖的地方温度也会开始因此而下降，这个就是副北极震荡。而这一次呢，可能刚好就有指到台湾，直到亚洲地区，所以台湾这一波的寒流很冷，还有像是前一阵子前几天美国也是很冷，也是因为副北极震荡的关系。好，那这样子这个暖化呢，其实也是会加剧这极地涡旋锁不住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暖化加剧了，导致北极的温度升温很多，以及他们的冰川就融化了嘛，融冰加速呢，其实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给它反射掉，不要让它存储在地表，但是冰川融化了之后没有办法达到了这些功用呢，就会导致暖空气开始干扰极地的涡旋，导致呢这些比较守在原本守在北极极地的冷空气因此而被往南溃流，中南中低纬度的地方也会因此而遭受到这样子比较冷的冷空气侵袭，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而现在美国的这个科学家也说，美国未来几周呢，温度是天气会相对比较暖一些，前几天很冷很冷，也是有副北极震荡的情况出现，但是呢第二轮的冬季将会在2月中的上旬到来，意味着还会有一个冬季风暴，还会有一个北极风暴来侵袭美国地区。刚刚也说在2月3月之前都很冷，虽然说我们说是个暖冬，但暖冬不代表不会有强冷空气，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低温的御寒工作。好，我们刚刚一再说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新闻上面讲，很多人说啊，真的有人关心吗？其实关心的人真的还蛮多的，因为像是这个统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QA 是问他说，你觉得这气候变迁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略有影响的到严重影响的占比超过了75.6%。还有第二个，请问你是不是会担心气候变迁可能产生的影响？有28%非常担心，50%有些担心，加起来担心的有78.9%。可见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他们都注意到这种极端天气为他们带来的灾害，包含像是一些农民啊，会有一些农害，渔民呢，可能如果太冷的话，这些渔业呢，他们的渔业会死掉啊，牡蛎也会死掉啊，对他们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当然，还有像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很多寒流来的时候，就让原本比较不常会有冷空气侵袭的低纬度的地区，比较热的地区也有，这个衣服体温一时的适应不了，就会导致这温差变化很大，就产生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触发的几率，这都会让我们整个气候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呢，未来
气候变迁还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网友有来做一些提问呢？郑中有说，桃园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今天北部地区雨都很多，就是这个华南雨区害的，明天可能会稍微的好一些。好，丽娜有说，主播小编晚上好，哎你好，今年地震发生频率相当低，是不正常的现象，该正常能量释放都没释放，累积久了就有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确实哦，因为这个地震呢，他们都是有一个周期存在的，而在这个周期之内呢，你说不准他到底什么时候会爆发这样的大地震。而现在从921地震到现在为止呢，其实都还是一个地震的活跃期，以台湾来说，所以确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发，而且地震又没有办法去预测，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尤其处在火环带的台湾，这个防震措施真的是要做好。好，对，莎莎也说宣东回归了，对，明天你还是可以看到我。好，那个昌哥气象顾问有最新的气象预报，过年前后有强烈到冷气团在做南下，嘿，我们刚刚有讲了哈。周还有那个康敏有在问说迪化街台北年货大街的时间，好，那你就提供给我们底下的网友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要去买的话可以去。好，这次会冷到三月，这个 Dream Champ 说这一次会冷到三月，应该是说啦，台湾的冬天呢到三月都还是有冷空气影响到的，像是过去我们讲说最冷最晚的一波寒流呢，其实在三月都还会出现，所以在一月二月三月都还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都还是有可能会冷，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换季的话，建议您最好三月四月三月底四月的时候你再换，现在呢都还是保留几件的厚外套，现在呢这衣服大概你的衣柜里面要至少八成都是厚的外套，而到了二月三月的时候可以慢慢变五成啊三成啊，这样子减少，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衣服收起来，因为真的是冷起来，你真的不知道会多冷。像是这几天湿冷的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很头痛。你说干冷就算了，像日韩地区很舒服，但是如果湿冷的话，往往体感温度降的会更多，再加上风大，你骑车的话，这温度掉的更快，要小心这湿温哦。好，我们最后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讲个小故事，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企业要开始要做尾牙了嘛，啊，这个尾牙到底习俗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拜土地公俗称就是叫做牙了，所以商人呢往往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每个月会有两次祭拜土地公的时间，分别是每月的初二还有十六，那农历十二月十六号就是最后一次的做牙，所以就叫做尾牙。明天我们刚刚小编也告诉大家了，就是明天。好，当然尾牙时间也不一定一定要办在明天啦，但是就是时间点传统的是在明天。好，那这个易包挂包是三国时代张飞发明的，为什么要讲到挂包呢？我们来看这个先好了，农历十二月十六号尾牙习俗是吃挂包还有吃润饼，原因是因为挂包它的外形有虎咬猪或者是虎咬柱的别称，听起来就是蛮带财的啦，就是整个带福带财，可以吃掉厄运。那润饼的话就是它形式卷成一卷的古代银票，因此它有隐含发财富润之意。那我们现在要讲挂包的这个小故事，你们知道挂包这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吗？有一个说法，相传挂包是三国时代张飞所发明的。这边虽然我们都放在同一句话里面，但其实是两个故事。我们先来讲张飞发明的这个源头是什么。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他说挂包是三国时代张飞发明的，据说当时因为他想要在吃馒头的时候可以同时吃到肉，所以他就用刀在馒头中间割开了一个缝，里面塞肉就可以同时吃到馒头又吃到肉，所以这个说法是第一个张飞发明的。第二个呢，就是诸葛亮他在平定了孟获之后以挂包来取代人头作为祭品。大家如果有玩看三国志或者是有玩三国无双，应该很清楚南蛮之乱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呢，诸葛亮带兵然后去南蛮去平定这个孟获。那当时呢，南蛮这个地区呢，他们是有一个习俗啦，就是他们会拿人头来作为祭品，但是诸葛亮平定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要教化他们啊，所以呢他就用挂包来取代了人头作为祭品。好，这个是两个小故事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好，最后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了。基本上嘿，那个在我们的新闻粉嘿，有观众朋友问说，就是最近的气流不稳，航空是不是会有影响，他可能要出国吧？哼，
最近的气流不稳，航空会有影响。我觉得如果航空会有影响的话，可能是起雾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吧。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马祖地区的话，过几天回温，天气要变好，确实在西半部地区很容易会有一些低云或雾，所以马祖这个地方啊，就特别容易你的飞机就没有办法启程，你就可能要坐船，就很不方便。那气流会不会影响到中高空层的这个航班上的问题呢？这个其实可能真的要问一下专家，就没有办法来帮你做一个解释啦。但是呢，低云或雾是会影响飞机的起降的，这个是确定的。好，我们再来看，哎，那个肯图有说他们的尾牙在明天，他希望可以抽到大奖。我们祝你可以抽到大奖，然后也可以抖内我们，如果抽到的话，如果你想要的话。好，然后声音也说他去牛排馆用餐包配牛排也是一样的思维，嗯，创意吃法。好，我们刚刚讲到一半，未来几天的天气基本上呢就是逐渐的回暖，但是回暖的速度很慢，每天就只有1到2度。而下礼拜一北部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这一周都是很冷的。但是下一周呢相对会偏一个比较舒适到偏暖，但是下一周我们目前长期来看，在礼拜一的时候雨也是多的嘛，所以很有可能在后期雨东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雨还是会持续的有。而目前气象署的长期展望只认为它在下周确实雨是比较多的，但是温度是会回温的，所以怕冷的民众呢到了下周会比较舒服。好，今天我们气象站就到这边，明天再跟大家来做直播，拜拜。